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下一个节目阿祖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句话，就是阿伟哥我们两个的事情，你们就不要去怪阿伟哥，也不要去骂他了，因为也不是他的错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是和平的分开，因为阿子来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呢，我就是明白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很多地方都不适合，知道吗，帅哥姐吗？我们就像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，根本就不适合，所以呢，而且我们两个呢也还没有在一起过，对不对？长痛不如短痛，所以呢，你们就不要去怪他了，因为我们是和平的分开，你呢不要去骂他，因为你看他爸妈也不同意，我爸妈也不同意，对不对？然后阿伟哥他对我也付出来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不想让你们去骂他干嘛的，我们要多为他加油，好不好？就我们大家都不要去骂他。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，阿子在找工作，有可能明天开始就上班了哟。我告诉你，我醉了酒，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。